在的我是多么的幸福，现在的我是多么的知足，现在的我承受着上天无尽的庇护，走在光明灿烂多彩多姿的修班路上，我是多么的幸运与幸福。这人生真是一满山如，我要将这一份幸福与这一份幸运永远地传输，让不幸的人感受到这一份幸福，让不幸的人领受到这一份幸运。这是我的使命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要当菩萨的千手千眼，我要当人间的菩萨。这是我的使命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要当菩萨的千手千眼，我要当人间的菩萨。现在的我是多么的幸福，现在的我是多么的知足，现在的我承受着上天无尽的庇护，走在光明灿烂多彩多姿的修班路上，我是多么的幸运与幸福。这人生真是一满山如，我要将这一份幸福与这一份幸运永远地传输，让不幸的人感受到这一份幸福，让不幸的人领受到这一份幸运。这是我的使命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要当菩萨的千手千眼，我要当人间的菩萨。这是我的使命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要当菩萨的千手千眼，我要当人间的菩萨。